是蛮好的，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提供有新的竞争法律的辅助，让司法回归原来的司法，这样能够做到这里，就必须广纳各方的意见，特别是一线的法官，接触各式各样的个案，经验分享。为了了解民众的需求，我们观察出制度上的缺失。现在法庭已经对司法改革提出相关的建议，我们也希望未来司法改革各项工具能够纳入法律辅助的司法，让改革的内容会更周延，做到更好。